好，那就要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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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啊！我们看课本啊，20页啊，底下这边。好，我们讲到这里。这对峙西坛里面。啊，那从这个不净观、慈心观、因缘观啊，现在讲到无常观啊，那他这里啊，他说着常颠倒的众生，不知诸法相似相续有啊，那世人观无常是对治西坛啊，非第一义西坛，非第一义。啊，那何以故？一切诸法自性空故。啊、那么他底下有引这个偈，那接下来这里都有，基本上都有引用到中论的偈啊，我们就写在黑板上啊，基本上都引用到中论的偈。那但是、啊、虽然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啊，但是他这个偈颂的翻译有一点不一样啊。那么黑板上是中论的偈颂。那他这里他说啊，说何以故？一切诸法自性空故，如说偈言，无常见有常，是名为颠倒啊。那空中空中无无常，何处见有常？好，那么他一个完整的偈颂啊，是这个像我们这个黑板上说的啊，他说于无常着常，是则名颠倒。那空中无有常，何处有常倒？若于无常中着无常非倒，空中无无常，何处非颠倒？好，那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这个偈。先来解释这个偈。他说若无常着常，我们就用中论的来说啊，那是一样的啊。他说若无常着常啊，就是这里的无常见有常啊，就是若于无常中着无常啊。这里我们先来看啊，他说啊，我们先来知道一下什么是颠倒啊，就常颠倒。那颠倒一般来讲啊，声闻学者其实就是部派了啊，声闻学者就是部派的意思啊。那么部派的学者，那基本上啊，那基本上就是部派佛灭后啊，那么有很多啊修解脱道的这个学者，部派学者啊，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理论啊。那基本上啊，他说所谓的有所谓的颠倒跟非颠倒，颠倒跟不颠倒了，那就是所谓的正确的跟不正确的啊。那这里基本上就是用颠倒跟非颠倒来说啊。那颠倒是四种颠倒啊，常乐我见啊，就是无常，你把它看作常，那就叫做颠倒啊。那你把一般人的颠倒啊，就是你把世间看作无常，看作苦，看作无我，看作不见，那个就是非颠倒啊。但是这里无常既然是非颠倒，它为什么是邪见啊？因为它这个无常啊，第一个，它这个无常，它基本上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无常是断灭的无常，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执着无常啊，那么它还是邪见颠倒啊啊。基本上，声闻学者里面常。啊，那常是颠倒，无常就是非颠倒。
乐是颠倒，苦是非颠倒。那中论、大智度论都有专门就常乐我净或是三法印来讲啊，那么声闻学者的一些错误啊，那无我把我看成无我啊，那也是一样啊，通常是啊，一个就是他执着，他有他的自信啊，就是无常有无常的自信啊，这里是在讲这个，那不净啊，那么这个是非颠倒，那颠倒基本上是说他法是这样子的。那么你看成那样，这个叫做不如实知，一般阿含经都叫做如实知如实见，如实知如实见，如其事实，如实就是如实知如实见，如实知见，如实知如实见啊，那为什么就叫如实正观啊？所以我们说中道啊，如实正观世间己，如实正观世间面，如其事实，如实基本上就是如其事实啊，其就是法啊，如其事实，它的事实，它的真相，它的本相是这样子的啊，那你就看成那样啊，那么这个叫做如实，那么就是，但是你把本来是这样啊，比如说它是性空，那你却看成常跟无常。有常有无常，那或是你认为从这个是声闻学者，但是如果从这个性空学者啊，就是般若经来讲啊，龙树来说，不管你是他认为这个是颠倒，这个是不颠倒，但是从性空学者来讲，你离常着无常，离乐着苦，离我着无我，离净着不净。认为世间没有常性，但是有无常性，啊，认为世间没有乐性，有苦性，啊，所谓的自信，啊，那么有这个法的自信，这个都是一个法，一个法，有这个法的自信，那么你只取这个法，只取这个法，啊，重点在只取，啊，只取这个法的自信，那么它还是什么？它还是颠倒啊！如果所以从这个性空，它基本上我们先讲颠倒啊，这个法它是这样，那你把它看成那样，这个叫颠倒啊。比如说声闻学者认为法是无常的，那你却把它认为是常，以无常为常，这个叫做一般叫做以无常为常啊，这个是一般的说法啊，就是声闻学者的说法，部派的以无常为常啊，这个叫做颠倒啊。我们先把这个讲完好了，再来写啊。那么如果法是这样，那你就看成是这样啊，就是他法是这样子的，他法非常非无常啊，那么你也知道非常非无常，非生非灭，非不生灭啊，那么你也知道是这样，那么这个就是符合本相啊，这个是性空学者的。那如果是声闻学者，声闻学者是这样啊，我们把它性空学者看，先把这个看一下啊，就是说声闻学者是世间是无常的，但是凡夫却把它看作常，所以这个叫做颠倒啊。那其他的苦无我不净都也是这样啊。但是如果从，所以这个叫做符合本相，对他们来讲啊，那一般我们说的如实知如实见。但是如果从性空学者来讲出其大乘的性空学者来讲啊，那就是初级大乘的，比如说龙树的啊，我们讲性空学啊，从性空的这种经义来说啦，比如龙树了哈，就是大智论啊，以大智度论来说啊，我们用龙树好了啊，龙树的大智度论好了，那是以他是依般若经的性空的啊，是依性空学者的。它是集大成的啊，好，我们就要写就好。如果从龙树来说，大智度论来说啊，智论，那么常跟无常，你不管你虽然离常，但是你执无常，执取只有自信，只有自信啊，这个叫做法，只有无常的事实，只有
无常、苦、无我。无我有无我自性、无我性；无常有无常性，苦有苦性啊。那么不净有不净性，那么这个也是颠倒啊。这个是什么啊？无常和自性，那么这个就是颠倒啊，这个是颠倒。那什么是非颠倒正确的呢？非常非无常，啊，不非苦非乐啊，非法非无法，非净非不净啊。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什么？就性空啊，啊，性空啊，非常非无常。这个才是什么？这个才是正确，非颠倒。这个是有自性，这个是颠倒，这个就才是非颠倒，无自性非颠倒，啊，就诸法有自性啊，就有无常苦无我不净的自性，那么这个是颠倒，那么诸法无自性啊，就无自性，那么是性空的啊，性空就是无自性，那非常非无常啊，那么无常都没有了，哪有常啊？因为无常是在否定常的啊。那讲这个好，那等一下来讲讲这个中论的基。好，那他这里说到啊，他这里说到，若于常着常啊，那是则名颠倒。他是说，就是讲这里，假设你在啊，假设你在啊，这个常的实，就是无常的实质性中啊，就是说。本来诸法是无常的啊，无常常就是生灭，等一下要讲到三相啊。那么你执着常，这是我们说这是一般的声闻学者啊。你在无常生灭中执着这个常，那么这个叫做颠倒啊，这个叫颠倒。那么空啊，就性空中没有这个常，哪里有常就颠倒啊？这里是啊，这里是在讲的。那么先讲这个，若于无常着常，是则名颠倒；若于无常中着无常非倒。假设你在无常中，那么你执着无常，就是说你见到无常，那个叫做非颠倒。但是一般你执着，它就是颠倒啊。所以他这里讲，空中无有常啊。整个来说，空中无有常，何处有常倒？就是说你在无常的无常中，无常的事实之中而执常，就是说。诸法本来是无常的，但是你执着常，那这个叫做颠倒啊。那么诸法性空啊，诸法性空中，那么没有啊，就是毕竟空，没有这个常。那既然没有常，哪有常的颠倒啊？就是说，假设这个是从，因为这个是从声闻学者的角度上来看的，那么他认为从无常着常啊，这个是颠倒啊，但是。那么假设就是说诸法毕竟空，这个是性空学者啊，诸法毕竟空，这个空是诸法毕竟空啊，或是我们叫缘起性空，那么没有这个常啊，那么既然没有常，那么哪里会有常相对的啊，常颠倒叫做无常啊，其实是这样的，无常只是为了要否定常，并不是去除了一个常，有一个真实的无常，啊，不是这样啊。那声闻学者认为，常是错误的，无常是真实的，啊。但是这里讲啊，那么何处有常的，就是没有常，哪里会有无常的颠倒？就你看到的常是不是事实？那么，但是你看到不是事实则常变成是事实啊，所以它就变成常都没有了，哪里有常的颠倒？啊，那么常的颠倒，只要有常啊，难道才有常的颠倒？那么常都不是事实啊，那么你哪里会有常的颠倒是事实？就是无常啊，啊，就是无常。那也没有，就是常跟无常，并不是去掉常，那么见到无常不是，
啊，不是这样子的哈、啊。那么假设，所以假设你在无常中着无常非倒，啊，这里其实就是啊，并不是去掉常有一个无常，不是这样的，不是说常是错的。那么你把无常看作常啊，那无常也是一种现象，常也是一种现象啊。那无常只是要来为对治你执着常，并不是真的有一个无常的这个法性啊，不是的。所以假设啊，那么假设啊，有一个真实自信的无常啊，那就是假设你有一个真实自信的无常，那你也看到了这个无常，那么你可以说非颠倒，但实际上没有，实际上没有一个真的无常自信啊，这个是一个法啊。那么就是说，这种有一点复杂，就是一般我们讲法啊，诸法的法啊，我们把这个擦掉了啊，这个大概就是讲那个记的了哈。一般我们讲诸法一切法啊，诸法就是一切法啊，诸法无常啊，那讲一切法，通常。阿含经里面很明显的，很明显的，那么不离开啊所谓的身心啊，然后再包括境，身心境啊，身心境不离开这个啊，那通常就是十二处啊，就内六处外六处啊，内六处外六处啊，外六处，这个是内六处。就十二处，那这外六处啊，就包括国土世间啊，一切境界啊，那这个是五蕴世间啊，啊讲世间无常啊，也是这样，就三种世界嘛啊，那有情世间啊，那五蕴世间，五蕴世间是从人讲的啊，就有情世间。的五蕴世间啊，那通常这个是所谓的诸法啊，那因为诸法都无自性啊，所以叫做无我，那通常不离开身心境，但是部派学者认为除了身心境的现象之外啊，这个都是现象啊，这个都是现象，法是一种现象，那佛法啊，佛法的现象主要在讲两种啊，一种就是生命现象啊，就是流转的生命怎么流转，过去现在未来啊，六道三界六道怎么流转啊，缘起也是这样啊，缘起在讲，缘起基本上啊就是在讲生命现象，缘起啊就是讲生命现象的流转啊，生命现象的剖析，它是怎么流转，还有身心现象的分析啊，通常是这样啊，那它不管是生命跟身心现象，它都不离开啊所谓的身心境啊，那么生命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啊，这个是生命本身啊，有情啊，有情，友情的生，友情是一种生命，生命现象，友情是一种生命现象，那友情从过去到未来啊，那么三界六道转换啊，这是生命现象的不同啊，那这种现象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命流转的现象，为什么会有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的这样的不同，那是来自于身心境，身心现象的不同，所以无明行，无明行识名色啊，那么这个是所谓的，然后后面的这个生老病死爱取有啊，就生老病死无明行识名色到这个老病死忧悲恼苦啊，这个是生命现象啊，就缘起里面无明行识啊名色啊，那这个然后后面啊六路处受爱取有
啊，这有又有一个生命的生命啊，爱其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啊，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好，那这个是这个从这里啊，无明显，是明色，这个就开始有生命，啊，那生命现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流转？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那苦最苦在三恶道啊，那是人的苦啊，怨憎爱别离求不得。那三恶道的也有啊，三界六道的，只要是有情啊，有情生命现象，那么它就是流转的啊，这个就开始有情，这个是现实的身心啊。那有时候这里有时候它是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这个事本身就是有事之身啊，就是它就是一个生命现象。那有时候是把这个两个都加起来是。啊，事跟名色，它就是五蕴啊，是一个生命现象啊。那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一种生命现象。那这种生命现象，它有所谓的老生死，生死。那这生死之中，它有三界六道。所以这种生命现象到底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会第一个为什么会有流转？生之后为什么有死？死之后为什么会有生？那生命现象的本身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啊，那么有的富贵，有的长寿啊，有的是畜生道，有的是地狱道，有的一直在受苦，有的很少受苦，有的受种种的苦，有的受很轻的苦，有的是很重的苦，有的一直在受苦，有的偶尔受苦，啊，那么差别为什么？哈，那么它就是什么？它就是身心现象，身心现象所造成的。这是佛法在告诉我们的一些，就是说佛法到底在讲些什么了啊？那现在这里讲的就是说，他讲无常、执常啊，执取这个的啊。那我们先把这个稍微再讲一下哈。那么触受啊，比如说从这个四明色，这个就是身心现象了，已经有身心现象。那么这个是生命现象，生命现象。那这里明色啊，有可以跟这里合在一起的五蕴。那么你也可以分开啊，就是它是一个身心五蕴身心在这里啊，基本上我都习惯把它合在一起啊。那么六入触受爱取，那么这个是身心现象。那么这个跟这个合起来，它是生命现象，就是它现在的生命是怎么来的，那以后会怎么样，为什么啊？那么通常是从这里决定的啊。六入啊，就是内六入、外六入，内六处、外六处。那么处境，处就是。内六路啊，这个就是境啊，这个是身，眼耳鼻舌身，眼这个是眼耳鼻舌身意啊。那么眼耳鼻舌身意对色身香味触法，那么开始啊，有时候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那产生喜乐赞叹染着兼住啊，产生或欲爱有爱无有爱啊，这产生这一些，那么。然后就造成未来身心的存在，这个是现实身心的存在，这个是未来生命的潜在，啊，就是现实的生命，现实的生命现象，啊，那它会发，它会有作用，啊，它会有作用，啊，会有心理反应，身这个就是根尘世身心境，所以一般来讲叫做促进身心啊，逐进的流转。啊，促进身心的流转啊，那这个是生命三界六道的流转。好，那么通常来讲，那佛法主要在讲，就是一切法它不离开身心境，不离开身心境。好，那么说诸行无常，说世间无常，啊，说诸法无我都不离开身心境的现象。好，但是部派学者研究。我们稍微讲一下颠倒不颠倒的这种关系。部派学者研究认为啊，一切法啊，那么它主要是两个，一个这个色法，它通常是色法、心法，色法跟心法。那么色法研究到。最细有一个极微，这个是色法的实性实相啊，有一个极微。心法研究到最后最极最最细有一个刹那，那么它也是实在的。那
么既然都是实在的，为什么会有生灭现象呢？都是实在的，应该凡是实在，这个都是实在的哦，这个都是实在的哦，这个都是实在的。也就是实相哦，这个都是，这个是设法的实相哦，它都是实在的哦。实在的就是什么？它是存在的，永恒的存在，它不会消失啊，它本来就存在，一直都存在，它不会变异的。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一切法是会变异的呢？我们心心所有刹那刹那变异，那这个我们的设法也不断不断在变异。那既然它是实在的，它为什么会变异？因为有生住灭法。所以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就是叫做不相应行法。所以它又多了一个不相应行法，就是说身心，这个是身心，身心境，你会看到身心境都是无常的啊。不管怎么你会看诸法，那么身心境都不断在变化。那么既然它是实有的，那它为什么会变化？就是说因为设法分析到极微，它是实相，它是不变化的，它是永恒的存在啊，它又叫做法性啊。那么法的自性自相，它是实在的，它是实相。可是我们看到的现象就是无常的啊，它一直在变化啊，那是为什么？那无常是有为法，它是有生住灭三相。所以从这里来讲，它的变化并不是这个设法本身是，因为它是聚集的设为。那么心是相续的，刹那刹那相续的，那么这个设法是积聚的，那么它的变化并不是设法本身那个极微的变化，只是它的因缘的变化。那因为它有生住灭三相，生住灭，那么生住灭就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生法，有一个住法，有一个灭法。那么当这个跟设法跟生法结合了，生法产生作用了，你就看到它生。那么你看到跟灭法产生作用了，结合了，你就看到它灭。我们看到的生灭，其实是看到生住灭的法啊，有一点复杂了哈。但是就是它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啊。所以除了设法心法之外，又多了一个什么不相应行法啊？那不相应行法不只是这个，但是这个有为法里面。有为法无常，是因为它生住灭的现象，我们看到的是生住灭的现象。它这个是不相应行法，我们叫做心不相应，因为它既不是设法，也不是心法。那心法通常就是包括心跟心所啊。所以你看那个俱舍论，俱舍论把这个蕴处界，然后把这个一切法分为有为法、无为法啊。你看它是这样分的，你就知道它跟一般的分法，一般这个性空学者讲的不一样。有为法、无为法都有，都有，这是三世实有啊。那么法体恒存的，它的概念是法体，诸法是三世实有，法体恒存。那既然是实有啊，法体恒存啊，法的体性，这个是有部的啦啊，这是有部的啊，法体恒存。那为什么会有变化呢？啊，它是那个作用啊，就是那个生住灭的作用。那这个法也是实有的啊，这个叫做不相应行法。那这样就变成一切法就有什么？一切法就有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行法。那么这个是有为法，还有一个无为法。那就变成这个诸法就变成不一样了啊，就变成不一样了。所以啊，那这个这里讲到的啊，就是说所谓的颠倒不颠倒啊。那么从性空学者来讲，那么声闻学者所见的，他认为凡夫所见的不如此。那么声闻学者不是阿罗汉哦，阿罗汉不会见，阿罗汉不会，阿罗汉已经证无我，他不会执着法有，就是所谓的法空人不空，那人空法不空。就是法有人无自信，法有自信，他不会执着这样啊。所以大圣学者，初级大圣，特别是初级大圣认为，你认为人空法不空，那你认为你已经证到无我，
那个是真三慢，你不是真的证的。因为真的证的无我的人，他不会执着有一个无我性；真的见到无常的人，不会执着有一个无常性；真的证得涅槃的人，不会见到执着涅槃有真的涅槃极尽性、极灭性啊，不会啊。那你认为这样，那还是颠倒啊。所以从性空学者，或是从初级大圣的般若经来讲啊，所以我们说般若经它是要回归佛陀的本怀。佛陀不是这样讲的，也不是这样想的，啊！但你却受持佛陀所说法，你却这样讲这样想，但是这样讲这样想，并会让你不得解脱，啊！所以他才要出来厘清，啊，就是佛是怎么样想的，佛是怎么样讲的，佛是怎么样做的，啊，就身口意嘛，啊！所以佛所说法，佛所证法。佛所行法，啊，那么要把它就是说回归到原来佛的本怀本意，啊，那其实是这样。那中论啊，大智度论也是啊，依着般若经啊，那么就是在说明这些事。好，那这里啊，所以他说空中无常，何有非颠倒啊？那么这个是讲到所谓的四种颠倒。啊，所以他后来会讲到啊，若有生住灭啊，我们看这个生住灭的现象啊，就是说所有的佛法啊，不离开这个生命现象，生命现象的剖析，身心现象的分析啊，那么身心现象里面的重点就在于无明跟爱啊，那无明是由过去。与生俱来的跟现实你依境在升起的，那爱也有，无明跟爱都是从过去带来的，那过去带来的爱它就叫业啊，它就叫行啊。那么基本上那么你会有无明的爱再增加这一世的无明爱，那不同的无明不同的爱，就是说但是都是杂染的，所以就有三界六道的不同，你染爱的不一样，你的观念不一样，你的执取不一样，所以就会形成三界六道的不同，那么就有所谓的业报。那所以佛法的重点在告诉你，你在理解，你在理解这个身心现象里面，你要掌握。那么你之所以生命流转，生命之所以会流转，主要是因为身心进，促进身心逐进流转。那么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啊，那么你在境界里面执取，那么。起烦恼造业，所以舍利佛啊曾经说过，什么叫说法？啊，你能让众生觉察烦恼，调伏烦恼，啊，那么断除烦恼，控制烦恼，那个这个就是说法，啊，就是你要让，因为它重点在起烦恼造业，那么起烦恼造业就有三界六道，它就是苦，啊，叫做惑业苦，惑业苦嘛。啊，它通常就是这样，啊，那惑跟业有过去的，有现在的，那么也有未来的苦，啊，那么现在所造过去所带来的烦恼跟业，那么又发动现在的身心养成习惯，啊，然后去造作未来的苦跟业，那么就这样生命现象就不断的流转，那生命现象不断的流转，三界六道苦乐不同。在于身心这种身心反应，啊，在身心反应，那么身心进，那么你执取，那么你这个颠倒啊，那所以他才不断的啊反复的受苦，那我们就叫做轮回，我们就叫做世间是苦啊，其实是这样的啊，那所以他的重点在你。面对身心，面对这个见，第一个当然要让你了知，啊，你的观念要先纠正。那么观念纠正的时候，你的行为就会改变。那你首先要去控制烦恼，调伏烦恼，最后断除烦恼。那么这样你才有办法解决这个彻底解决这个根本的问题。所以它缘起有流转跟幻灭的嘛，它重点就在于让你知道你的整个生命现象跟整个身心现象。他为什么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既然是这样，那我们要认清事实嘛。
那我们现在应该要怎么样？啊，其实讲这个了啊。那如果你的佛法没有牵涉到这一块来，你的佛法就不能觉察，因为佛就是觉嘛，啊，那么觉察生命的现象，觉知身心的现象啊，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离开了，你离开了身心现象的觉照，生命现象的觉察，你没有办法得解脱，啊，你没有办法得解脱啊，因为你的苦就在于你不知不觉，不如实知，不如实见，不如实正观。那我们刚才讲如实，就是它事实是这样的，啊，那但是声闻学者会觉得啊，有一个无常，有一个无我，有一个涅槃的实性，有一个生住灭有为法的实性，啊，有一个自性，有一个实相。那这样从性空学者来看，啊，从初期大圣的这个般若经来看，你这个也是颠倒，就好像啊，有一些外道认为世间的人享受五欲。五欲是痛苦的根源，五欲是痛苦的根源。你因为执着五欲，你才会今生轮回。所以你应该要离欲，离欲什么？修苦行。那么你修苦行，不要去执着五欲。那么，所以他执着苦行，因为苦就不乐嘛。因为他世间人以世间人这个以这个乐为乐，但是以乐为乐，终究会让你受苦，这个是外道所见的。他认为，啊，乐，你不要以乐为乐，所以要什么呀？啊，以苦为乐，啊，你要受苦，你要受苦，那么你苦尽了，真正的乐就会来。所以他执着要受苦，但是从佛教来看，外道认为世间凡夫执着无义是颠倒，那么他现在不执着无欲，无所有，离欲离乐，他不断在受苦，他是正确的。从佛法来看，这个也是颠倒，这个也是颠倒，两边嘛。好，那回过头来讲，声闻学者认为凡夫啊，那么执着这个常无常，你执着这个常啊，那这个是颠倒。那所以他。这个如果从性空学者来讲，那么你声闻学者执着有一个无常，在常的相对有一个无常，那么你不是像凡夫一样你看到常，但是你看到无常，你认为正确。从性空学者来讲，这个也是颠倒，就好像佛教看见外道修苦行，它也是颠倒，一样的意思啊。好，那这里就说到啊。好，这里就说到有所谓的三相，啊，三相，他说若身是有为，则应有三相啊。这里就讲到这里啊，我们来看课本，先来看课本。啊，问曰啊，先从这里，一切有为法皆无常相应，这是声闻学者的啦啊，是第一义。无常是不是第一义呢？从般若经，从性空学者来看，无常不是第一义，第一义是什么？第一是诸法毕竟空，叫做非常非无常，啊，毕竟空中无有常无常，常无常都是戏论，啊，都是戏论，都是颠倒的戏论，啊，那为什么佛要讲无常？因为世间的人多数执常，就好像那佛为什么？那么你说佛教我们修不净观，那身体真的是不净的吗？不是，身体没有什么净不净，我都没有了，哪有净不净？身心都是虚妄的，不实的。如果身心都不是事实，那么身心的不净哪里会是事实？身的不净就是啊，这个我们讲不净观；心的不净就是种种烦恼。那烦恼是事实吗？烦恼有实相吗？烦恼如果有实相，那你也没有办法去除啊。那么身体真的是不净吗？那死掉了拿来不净啊？那你不净观观到最后不净在哪里？白骨流光它也不是不净啊，啊，白骨流光变成净啊。那为什么如果不净是实相，为什么修不净观的人见到不净他为什么会自杀？他为什么不能得解脱啊？
那么所以类似像这样，那么无常无我也是这样。好，那么他这里讲这个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相应，是第一义。云何无常非实？那你为什么讲无常不是实有的啊？这里就讲到无常有没有一个无常，无常法的自性，无常变成一个无常法啊。这个跟我们讲这个部派里面它的法的概念啊不一样啊，就是现象，它的概念不一样，生住灭的现象，有为无为的现象啊，这个无常。啊，有一个无常法，有一个无常法。那这个法有所谓的法性，就是一切法都是无常的。那么它这是它的自性，啊，那么现在在讨论这个东西。好，那他说，那为什么讲无常不是事实呢？所以者何？一切有为法生住灭相，前生次住后灭，云何言无常为实？好，那么一般来讲，有为法有三相。嗯，好，我们稍微来讲这一件事。现在是讲这个啊，那么有为法有三相，这个通常啊，一切法里面啊，部派里把它分为有为法、无为法啊，这个《阿含经》就有的了啊。就是一切法里面分有为法、无为法，或是有漏法、无漏法啊。有漏法、无漏法比较注重在啊身心净的这一部分啊，那这个烦恼的这一部分了啊。那么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有生住灭，一般叫做有生灭或是四相，生住异灭。那通常部派都讲三相啊，叫做生住灭相。那有时候讲四相啊，生住灭相；有时候讲两相啊，简单讲是讲相啊，生灭相啊，叫做念念生灭啊。那么刹那刹那生灭，无为法不生不灭。那不生不灭也不是有一个不生不灭相，我没有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但是声闻学者认为啊，这些都是有的啊，都是有的。好，那么生住啊，这里讲的是生住灭相啊。那从部派来讲啊，那么这三相，这个是有部说的哦，这个是有部说的啊。那么三相就是有为，其他的部派不一定哦。其他的部派认为啊，比如说分别论者认为这个三相都是有为。但是三相有为法的这个理性，普遍理性就是这个是无为啊。那如果是法藏部啊，那么法藏部认为生跟住是有为，灭是无为，灭是无为啊，这是法藏部的。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以不管他是怎么讲，好像这个法都有自性了啊。我们现在是以有部的为主来讲啊，就有为法、无为法，这是有部的，所有一切有部的、啊。如果法藏部的不这么说，法藏部的生跟住是有为，灭是无为。那么这说一切有部的，那我们要知道所谓的这个法，它都有一个法体，法体恒存，就是法有自性的啊，它是不会消失的啊，它是一直保持那个它不生不灭的啊。那么那他这里讲啊，他这里在讲这个若生是有为啊，则应有三相。好，那么好，我们现在先来看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从这个计算来讲，啊，有为法啊，有为法有三项，生、住、灭。好，那么有为法就是有为法，有为法的一所谓叫它有为法啊，就是它有生、住、灭三项才叫做有为法。好，那既然有为法有生住灭，而且生住灭都别有法体。好，那生住灭既然也是有为法，
有为法有这三相，而生住灭三相都别有法体，都有法体，有生有住有灭。所以我们看到现象的变化，其实是看到生住灭。好，那么但如果生是有为，那有为一定有三相，那么它又有生住灭。因为它既然是有为法，那有为法的一个原则就是它有生住灭。那么你生有为法有生住灭，那生住灭三个是有为法，它也有法体。那么生是有为法，那它必然也有生住灭啊。好，所以他这里就在讲，若生是有为，则应有三相，那么也应该有三相啊。若生是无为，好，那你说生是无为，你说那生是无为，那你说他有为法，他怎么会是？你为什么把它叫做有为？他是有为法有生住灭，啊，那既然在有为法里面，他怎么可能是无为？所以他是有为，所以你说有为，说无为。那么如果你说有为，好，那它既然是有为，那它又有生住灭，那它又有为有生住灭，那你看若未生住灭更有有为相，那每一个有为相里面都有有为相，它是有为的，那么因为它有法体嘛，它是一个法嘛，那它这个法里面你看到生住灭里面又有生住灭，那生里面又有生住灭，那你就怎么样，四季为无穷，那么它就不叫做有为了啊。那所以这里就探讨啊，就是这里我们看这个大智论里面说的，那么今生中亦有三相，生是有为相故，如是一处应有三相，是者无穷，住灭亦如是啊。那如果他是有为，那么他就有无穷的过失。如果它不是，那它为什么叫做有为？有为相，有为法啊？那么它都有过失的，都有过失。我们再往底下看啊，若诸生住灭，更无有生住灭，不明明有为法啊。这个就是在解释这个偈颂的了啊。这里没有列偈颂出来，但是他就是在解释这个偈颂的。何以故？有为法相无故啊。以是故，诸法无常，非第一义啊。好，那么底下要讲。啊，复次，若一切法实性无常，则无行业报。何以故？无常名生灭失故。譬如浮种子不生果。好，那么这个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另外一个偈颂。他说：“业住自受报。”好，现在来看，因为他的经文是这样啊，他的经文说啊，他从这个离三相之外啊，他先讲这个颠倒，后来讲这个三相啊。那么这个业住自受报，是业即为常，若灭即无常，云何受果报？好，他这里在讲这个，他说一切实性无常
啊，这一切就是一切法啊。如果真的有无常的实性，则无行业报。好，这里啊，我们要啊，时间到了吗？好，我们先下课好了啊，我们要引用另外两个。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他这里讲到，若一切实性无常，则无行业报。啊，他说何以故？无常名生灭思故。好，那这个无常名生灭思啊，他后面有个譬喻，如浮种子不生果。啊，好，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段。那这一段我们可以对照龙树啊，在这个卷31跟卷86啊，也有啊同样的说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先把这一段了解，尤其是啊，什么叫做生灭是无常，无常名生灭思故。好，那么这个。我们先来看这个，若一切实性，说一切法啊，那么有实在性啊，就是都是自性的、啊、实有自性啊，那么无常啊，就是意思就是说无常实有自性、啊、实在有这个无常法，这个法的自性就是它是存在的，无常确实是存在的。好，那么则无行业报，行业报，行业报。行业啊，行，基本上有时候行就是说业啊。那行是其实是行为，一般我们叫做造作啊，造作的行为造作啊。那因为造作又有可表示不可表示的，所以就又有所谓的表业不表业啊，表业无表业。好，那有所谓的身口意业啊。好，那这个所造作的这一些行为，它都会形成一种潜力、潜在力量，那叫做业力。它就叫做业力啊，所以有时候叫做行业。好，就基本上就行为业力，它不离开所谓的善恶业啊，那通常又叫做善恶无忌啊，三种啊，主要是善恶业。那这些业它这种业力它会相续累积，那么累积到一个程度成熟，所以它就会怎么样，它就会受报啊。它基本上这个行为形成一种业力，形成一种业，那这种业力不是一定会受报，不是，它要成熟才受报。业不是所有的业都会受报，它要成熟才会受报。但是如果它不成熟，它就会一直存在啊。这个业，我们先来讲这个业，这个业跟这个报啊，一般我们叫做因缘果报啊。那么这个是业跟这个报，业报有时候讲业报。这个业，这个报就是果报。那果报，这个报，这个果报，一般玄奘翻成义手，啊，就翻成义手，啊，那以前都翻成报，啊，或是果报，啊，就是这里的果报，缘何受果报，啊，那么行业报，啊，好，那义手的意思其实就是义时而守，啊，它有时候义类而守，但是主要是义时而守，义时而守就是一般我们常念的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完啊，那写在这里好。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完，所造或所作业没有消失，因缘会一时，果报还自受。果报还自受。他的意思就是他不会消失，百千劫都不会消失，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啊。那么他是依什么？他为什么？他是实有自性吗？那么如果实有，不然他怎么可以不消失？那么如果他实有自性，他为什么又可以消失啊？那么因缘会一时，果报还自受。好，那这是我们啊，这《阿含经》里面啊一个非常有名的偈：假使百千劫所造。所作业不亡，啊，就没有消失了啊，不失啊，这里讲的失，啊，好，那等一下来讲这个失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好，那因缘会一时，果报还自受，所以这个一时而守的业，啊，那么地所做主要是一时而守，那一时而守的业，它就是第一个，它还没成熟受果报前，就是业在，这个我们所造的业力，不管是什么业。善业恶业都一样，不管在成熟受报前，啊，那又有分啊，隐业满业啊，
那么有所谓的易熟业、等流业啊、增上业啊、增上报啊、等流果、增上果啊，反正就部派就讨论这个，讨论到很多啊。但是这里主要在讲啊，就是它两点，业只要造作了，它就存在；没有造作就没有啊。它造作了，它就存在。那么既然只要存在，它没有受报前，没有成熟前，它会一直存在。只要造作了就会存在，只要存在没有受报以前，受报就会消失。只要造作，它会存在，那么存在就有可能受报，但不一定会受报。那么受报了之后，业力才会消失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在成熟受报前，它一直存在啊。那如果说像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啊，舍利弗、目犍连证阿罗汉了，那么他已经证阿罗汉了，他不会再造恶业了，就是过去的恶业他也没有消失。那有两种说法啊，就没有了，因为他不会再造恶业嘛，啊，那么所以部派就把这个叫做非则灭无为，因为那个业力是存在的嘛，但是你因为永远不可能跟他再相应了，所以他也不可能成熟，他不可能再成熟。所以这个叫做非则灭无为，它也不是消失。那有一种就是因为你那个，这个是站在有法实体的这个观念上说的。但是如果啊，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它业力的根本，业力的根本是什么？无明我见，它把我见断掉了，业所有的业都是业这个根本而存在的。那么你没有消失这个根本以前，就是那个根，只要有根在，它就一直长出来；只要有根在，都一直长出来。那你把前面的、把上面的取掉了，它的根只要还在，它就会在一直发芽。现在把根挖出来了，啊，之前发过的芽也不会再增生长，还没发的芽也不会再发，啊，那基本上这是啊，就是说，那么释迦牟尼佛身上还有没有有肉叶？他成佛之后还有没有有漏业啊？那其实是还有的，那就是他过去业，所以他还有业报身嘛，这个叫做无有余涅槃嘛，余有业业报。但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那到底他还有吗？那当然就没有了啊，涅槃之后就没有了啊。那么这里我们先来讲这个业啊，就是说第一个还没成熟，第一个他只要造作他就会有。业有做就有，没有做就没有，啊，就是谁做就谁得，谁做就谁受报，啊，那谁要消除，谁就自己努力，它基本上是这样，叫自作自受嘛，它有一个原则，自作，那有做就有，没做就没有，做多就多，做少就少，啊，做布施就得富，啊，持戒就得贵，啊，那么不一样，啊，不同的业啊有不同的报。但是他只要还没成熟受报前，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完，因缘会一时，果报还自受，他都会一直存在，他都会一直存在。所以啊，大家才在讨论，那既然这样，那业力是怎么存在？如果没有一个阿赖耶储存，那业力要怎么相续，才会有这个问题啊？啊，好，那有些就讲有不思法啊，有些就讲有这个非即应非离应的不特切罗啊，那坚不勇种子啊，反正就有很多种，要解决这个问题了啊。那他说受报后，但是受报已经受报了，比如说，就好像我们犯罪一样啊，你犯了十年罪，还没抓去关以前都有罪，关完了服完刑了你就没有罪了。那你已经说，比如说我有地狱业，那我地狱业我受完地狱上来，我地狱业就没有了。我有天上的天人的业，我在天上享福享完了下来，我天上的业。那个善业就没有了，我要另外再造还有啊，那一样啊。那么所以这些只受报之后才会灭尽。好，那这个是我们要先知道的行业。那么假设一切法无常是真实的，一切实性无常啊，这个有点倒装句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卷三十一的，都是大智度论，这个是卷一的嘛。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他说。若无常性是死啊，其实就是这里。若无常性是死，他
他这里他这个有一点点一样啊。若无常性是实，那这里是讲若无常定是色等实相啊，就是我们对照看了，我们就比较知道啊，这三个对照看就比较啊，他在讲什么啊？那他说，若一切实性无常，就是若无常性是实啊，就是实有这个无常法。只有这个无常，无常有自性，它只有这个无常。好，那么因失业果报，为什么？何以故？啊，他说无常名生灭失，他这里是生灭过去不住啊，这个比较容易理解啊，就是因为无常的意思就是生之后就灭，灭以后就没有了，刹那生，刹那灭，才生即灭，它是这样的啊，这个已经讲过，我们把它擦掉了。这里有一点复杂了啊，讲到这里，因为讲到中论的，那有点复杂。所谓的无常，无常相就是生灭相，生灭，而且这个生灭是刹那生，刹那灭，才生即灭。在那一刹那生的时候，就在那一刹那灭了，啊，然后灭跟生之间，因为无常嘛，所以灭跟生之后就灭，灭之后再的生是另外一个法了，它不是依着这个来的。如果这个灭之后再有这个生，那这个生跟这个灭，它就如果是一样的，它就等于没有灭了嘛，啊，那么所以这个灭之后就没有，就灭失了，就不存在了，灭就是不存在，这个是存在，这个是不存在。不存在就叫做失，啊，存在叫做得，啊，如果我们这样来看，啊，如果依这个来看，啊，失这个来看，啊，存在。好，那他这里讲啊，若一切实性无常，则无行业报。为什么？啊，因为灭后就不生了，啊。那么业是，假设你今天造了杀业。那么还没受果报以前，那么假设它有两种报啊，比如说隐业、满业。那隐业、杀业，假设要堕畜生道，假设了。那么满业的时候啊，那畜生要被人家杀，畜生也有不被杀的 啊，被供奉起来的啊，那也有啊。那么他在这个。这个畜生啊，要被杀啊，那么或是啊，在人中的时候短命多病啊，或畜生道短命多病啊，那也短命，畜生也有活很长，也有活很短的啊，短命多病。好，他还没受报以前，这个业一直存在。那么因为他是无常是实性，就是一切法实是无常的。那么一切法实是无常，那么业力也是刹那生刹那灭，业也是刹那生刹那灭，那么它也是无常的。那么它无常哪来会有业力相续的问题？啊，它就不会有业力的问题，没有业力啊，那么就为什么没有果报？因为果报是从业力成熟才有的嘛。现在业力要成熟，它必须怎么样？它必须不灭。业力要成熟，必须不灭，它才能成熟。啊，一就像种子啊，他举个例子，就如腐败种子，啊如腐败，他底下啊，如腐败种子，这里没有写，啊，如腐败种子，譬如腐种子不生果，啊，那么腐种子腐败就是种子，种子的意思是，啊，他说如腐种子，腐就是腐坏的，腐败腐坏，啊，那业力要坏，它才不会形成果报。但业力要不会，它要持续的生。生跟灭之中，它要坏掉了就灭了嘛，啊，那么种子是有生的功能的，啊，它要长成一个果或是一个树的，它有生的，腐坏就灭了嘛。好，那么它就没有这个生的功能了嘛，就是它不可能再结果了，不可能长出一朵花、一棵树来了，啊。
啊，那么种子会经过怎么样？经过芽，经过茎，啊，然后开始生枝、开花、结果，啊，然后花，然后怎么样？果，啊，通常要经过几个程序啊？阿含经有时候讲五种啊，让几种啊？那要种子之后要生芽，生芽要长茎，长茎要长，再开始枝跟叶，枝叶，然后开始开花，然后开花要持续，它才结果。那么业力也是这样，啊，要成熟，还要不断的成熟相续。那如果是无常，是实在实性的，那么一切法都有这个无常性。那么它生之后就灭，那么它灭之后就没有了，就失啊，啊，所以它有生灭失啊，这等一下来讲。啊，那如腐败种子，就是这个种子才刚从果里面有种子嘛。那么这个种子已经没有生的功能了。种子没有生的功能，所以这个种子是不能发芽的，芽都发不起来，哪有进花果，哪有结果？那这个叶就是叶种子，这个叶种子生之后就灭了，灭之后就不存在了啊，不存在了啊。业不存在，业如果不存在，那哪来的果啊？所以则无业，业行业的报，果报没有这个果报，没有果，就没有果报了啊！所以它有这样的什么生灭过去不住，就不存在了啊！那这里是写生灭失，这里是写生灭过去不住，就是不存在，这个就是不存在嘛，过去。就那不存在了，不住，不存在了。那这里是写念念灭失，那念念灭失是从色等，就是刹那，这个念是刹那刹那啊，刹那刹那都什么都又没有了，灭失。所以这里的失就是灭失不存在啊，生灭失故，名生灭失故，就是它生灭它就不存在了啊，因为无常就是生灭。诸行无常是生灭法，所谓的无常就是生灭法。那不然怎么叫无常？啊！但是《般若经》的意思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是一种现象，它不是一种实在的法，不是一种实法，它是一种现象而已。啊，那你如果把这个无常法、生灭法当成是一种实法，包括有生住灭的实法，包括有无常的实法，那么这样就会有问题。啊，有什么问题呢？啊，那么就是那个业怎么相续？因为它已经灭了嘛。因为实法是无常啊，它是灭啊。那既然灭，灭哪里能够再生？那业已经灭了，业造作当下就灭了。那灭了，它怎么样相续？它怎么样成为果报？它怎么样成为果报？啊，那这个果报基本上就是罪福，啊，受苦受乐，啊，这个经佛教里面都翻成罪福比较多，啊，道教就翻作祸福，啊，祸跟福，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福之祸之所以，祸之福之所依。啊，那么基本上啊，祸福相依，那这个是罪福啊。那所以因为无常就是生灭法，那灭后就不存在了，灭后就不存在了啊。所以他说生灭过去不住故啊。那这里说若无常定是色等实相啊，其实讲的是一样的东西啊。那么不应亦不应有业因缘果报啊，那么业要受报，其中还要经过什么缘？因缘啊，啊，所以叫做因缘果报嘛，中文叫因缘果报啊。那么，但简单讲叫做因果啊，就是过去的业要有现在，那么心在相续，让它成熟，那么它才会结果，结果之后才会受报。那受报只有所谓的罪福苦乐啊，那么有这种现象啊，三界六道的现象。那么为什么念念？灭失，念念生，刹那生就刹那灭，那么刹那灭，灭之后就失，就不存在，
就过去不住啊，所以这里就讲说业住自受报啊，事业即为常啊。假设你认为只有这个业，只有这个法啊，只有这个业，因为烦恼有些他也认为烦恼是有自性的啊，那业是有业是有这个业业性的，那么业一直都住到受报，这受报，那么假设他可以，那么业就是常，那么如果灭，如果他没有业刹那生刹那灭，那他就是无常。那无常为什么要受果报？他灭灭之后就没有了。那如果还没灭之前，如果还有灭之前，那么他就一直存在。那假设他实有那个法了，那么他怎么会是无常呢？啊，那所以他这里是在讲，其实他重点在破无常的实在性，因为这里在讲诸行无常。那么诸行无常，他认为佛法教无常观，无常应该是第一义啊。现在这里要讲四悉檀，四悉檀基本上就是佛说这个法主要是对治的啊，这个再来讲对治悉檀，是对治那一些啊错误观念的人啊，那而说的，并不是第一啊，所以叫做世俗地啊，世俗地、圣义地啊，或是第一义地。那有时候叫做止语方便语啊，止语跟方便语。那么对治悉檀是方便语，常无常也是方便语啊，止语第一义啊，或圣义第一义地、圣义地啊，叫方便语啊，为人为众生而方便说的，方便说啊。那么这个是世俗地啊，那么这个是圣义地啊，那一样啊，就或第一地或是圣义地啊，那个是世俗地。这个是方便语。那这里讲的是对治悉檀，常无常，常无常啊。等一下我们再来引用一些常跟无常，其实都是对治悉檀啊。那么无常是对治常见的众生而说的，并不是无常就是圣义啊，就是第一义。好，所以我们再往底下看啊，譬如福种子不生果啊，就这个种子他没有生的能力，因为他灭了嘛，就腐败的种子嘛啊。那如果真的无常是实法，那么一切法从业来讲啊，他也没办法生果、啊、因为生之后就灭了、啊、那么假设是这样，那么就没有什么，没有行业，那没有行业，果报是从业来的嘛，行为业力来的嘛，那哪里就会受果报？那但是这样就不对了、啊、为什么？今一切贤圣，因为如果无常性是事实，那么就不会有果报啊。因为什么啊？念念灭失嘛。那但是一切贤圣法有果报，善智之人所可信受，不应言无啊。那么就是善智之人，基本上就是有智慧的人了 啊，有智慧的人。那什么叫做有智慧的人呢？什么叫做善智之人啊？这个《阿含经》里面也有讲啊，他说众生有善智者，有恶智者。善智是针对恶智说的。他说这里说善智之人啊，这个啊，我把它擦掉了啊，因为他这里讲法里啊，这里把它擦掉。他说善智之人中阿含英五经英五经
众生有善智者，有恶智者。那么什么叫善智呢？善智，为什么会有善智？善智基本上其实就是他说知亲近善事，亲近有名有德的善事。沙门婆罗门，就是善智是怎么来的？何因何缘而有善智？那什么叫做善智？就是你具足这些，何因何缘有善智？何因缘有善智？何因何缘有善智？那么基本上就是。那什么叫做善智之人呢？他说，善男子、善女人知道亲近有名有德的沙门婆罗门，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那么随时问善，随时问义。那么亲近善知识要问什么？要听闻正法。随时问。问什么义呢？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么什么是这个？什么是业？什么是报？知道这些，什么是何者善，何者不善？其实就是四种正见了。何善？不善。那么何业？何报？类似像这样的。那么妙不妙？那么过去未来这些的，这四种证件和业报和业和报这些那么问了之后要怎么样那么要行问后能行，问以能行，随时问义，问以能行基本上是讲这三个就是知亲近善事就简单讲我们叫知亲近善事是善知识，所谓善知识是有名有德的沙门婆罗门。那么随时问善知识法法义问法就是那么而且能知法义就是闻法能知义闻法知义就问义就闻法知义，闻法而且能够知要问要了解，能够知义，这是个法的义理。然后知道之后能行就是。一般就是亲近善事，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你能做到这四种就是这里就是听闻正法如理思维，听闻正法跟如理思维然后问你能行就法随法行。那么这个就叫做善智之人，善智之人。好，那他这里说他这里说善智之人所可信说，不应言武那么常常在听佛说法的人，那么知道一切贤圣法有果报。知道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过去有未来，有凡有圣知道这一些。那么这个是这个一般是佛弟子那么这个所可信受然后是说他虽然没有还没遇见佛，但是他也明白了解这个道理。那么不应言武，不应该说没有那么这个是针对上面，假设你无常是这个无常。这个是一切法的实相，那么一切法业也包括在一切法里面啊，业就包括在一切法里面啊。
那么如果它是无常，那它就是生灭的，就是无常是生灭的嘛。佛不是讲诸行无常是生灭吗？啊，那这个生灭灭后，但是这个灭基本上就是断灭了啊。通常佛不是在否定这个诸行无常，就是说这里不是在否定诸行无常是生灭法这个啊，他只是在否定啊这个断灭或是执取啊，说这个灭后就没有啊。我说因为他灭是实法嘛，灭是实法啊，那么这个灭就是没有了吗？它是实法啊，它是实相啊，那么所以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有一个业报不能成熟的问题，业报不能存在的问题，这叫做生灭失嘛，就没有灭后就没有办法存在了啊，因为它是生灭法，无常是生灭法，无常就是生灭法啊，但生灭法灭后就不存在了，那不存在业力要怎么成熟？那不成熟怎么受报？啊，那就变成没有业报了啊，那就变成邪见了 啊，其实是这样。所以认为无常是实有的自信的，说实有的法是实相是实法，这个是不能成立的啊。所以，那么一切善智之人，那么都是相信有业有报的，有善有恶，有业有报，那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叫做等流果嘛，啊，等流相续嘛，啊，那么你行善就行，你造善业就做善报，就受善报啊，那造恶业就受恶报嘛，那所以不应该言无，啊，那么世间四种正见里面就有善有恶有恶有报啊，而且有过去有未来啊，而且佛也讲啊，那么这个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一时，果报还自受，怎么会没有呢？所以诸法非无常性，这里的诸法非无常性就是没有无常的自性，没有无常的实在性啊，没有。所以并不是说那诸法非无常，不是非无常性，非无常跟非无常性不一样啊。那么非无常性就是没有无常的实性实在性啊，没有啊。如是等无量因缘说不得言诸法无常性啊，那这里是在讲无常啊，这里是在讲无常。那其他的地方也都有提到这个无常啊，就是《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卷十八里面啊，他也都提到这个无常啊，我们来看。我们对照看啊，对照看。那后面讲到无常、苦、空、无我啊，我们先来看。大智论卷十八里面啊，他提到这个，若有人言啊，他举那个《梵王经》啊，啊，这我们先看啊，若有人言，神常世间一常啊，神就是我啊，神常世间一常。视为邪见，啊，这视为邪见，啊，应该这样这么写比较容易，啊，若言啊啊，神无常，
世间无常，四意邪见也是邪见。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有这个自信的意思啊，推广就是有自信的意思。这个跟我们一般讲啊，诸显无常是不抵触的。那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这个无常的这个比较偏向于断灭啊，就是灭了之后就没有啊，比较偏向断灭的无常，跟佛说的现象上的无常那不与他一样啊。那么四意邪见，那么若言神即世间一常亦无常，神即世间啊，一常亦无常，这个就是常无常，一常亦无常啊，常亦无常，常亦无常就是一常亦无常啊，常亦无常。这个也是邪见啊，就是常无常，一常亦无常啊，那么也是邪见。非常非无常啊，神即世间，非常非无常，非常亦非无常啊，啊，基本上就是四句啊。亦非无常，那么皆是邪见。好，那他底下就有在问了 啊，他说这个佛常常都说要教我们观有为法无常苦空无我啊，佛常说佛处处说了啊，这里讲佛处处说，就是常常在讲。观有为法，无常苦空无我。那么令人得到，云何言无常堕邪见？你现在无常不是佛法的三法印吗？啊，不是我们常在讲的吗？诸行无常吗？啊，那么观无常可以得无我吗？啊，可以趋向解脱吗？那你现在为什么跟我讲无常是邪见？啊，那么云何？啊。他说：“云何言无常堕邪见？”那他前面也有人在问啊，这个是另外说的。他说，我们看这个卷十八里面，他有讲啊，大家如果回去有机会再看这个原文啊。他说这个世间无常不应该是邪见啊，因为什么？因为一切有为法性实皆无常啊。他说世间无常怎么会是邪见呢？啊，这个是邪见，我们可以知道。那世间无常怎么会是邪见？不应该是邪见啊。应该是正见啊。那么他说一切有为法性实皆无常，又回到啊不应是邪见，就是我们讲到法性的问题了啊，不应是邪见。有人就疑了啊，一切有为法性，有为法的性啊，有为法性，有为法的法性皆是无常
十皆无常，就变成有一个无常的实在性啊，十皆无常。那么就回答说啊，若一切法实皆无常，那么他就不会说世间无常是名邪见了啊。那这个是在《放王经》说的啊，世间无常是邪见，这个是在《放王经》说的啊，引《放王经》。《放王经》不是我们那个菩萨戒那个《放王经》哦，啊，是《阿含经》里面的《放王经》啊，《放王经》里面讲六十二见，不是菩萨戒那个哦啊。引《放王经》六十二见，六十二见都是邪见啊，包括常无常啊。那如果是，那佛就不会在里面讲世间无常是邪见。那为什么呢？好，那这里也讲到啊，他说因为主要是前面我们说的，那么无常的这个法性啊，那你执着这个常无常啊，执着那个法性实有，主要是讲这里。好，那么这里又说到佛处处说观有为法无常。那你为什么说无常堕邪见啊？那么他说佛处处说无常，处处说不灭啊。答，所以我们会从这里就会知道，他所谓的无常其实是断灭的无常，还有执着这个无常，就这两个。就是说你的无常的，就说中论里面也是啊，那么有人质疑，那么你一切法不生不灭，或是你这个你这样啊讲性空，那么基本上也是没有业报啊。不是，空不是没有，空不是断灭，空是幻有啊，它不是实有，它是假有，但不是实有啊，但也不是没有啊，所以你不要误会。那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佛处处说无常，处处说不灭。所以这里就是什么？无常并不是断灭，那么也处处说不灭，所以并不会说那无常就没有业报啊，反而是你那个无常实有无常性，那么那个才会没有业报，因为无常就是断灭嘛，实有无常的自性，那么它就是断灭了啊，所以处处说不灭。啊，就其实就是不是断面啊。那么像他底下有引经啊，我们就用念的就好了，就不用再写了。他说有一天摩诃难啊来到佛这边，那么问佛一个问题啊，说迦毗罗卫国这么多人啊，那么有一天，但是就是市区这么热闹了啊，那车那么多了啊。那我如果有一天开着车，他们都是驾马车了，啊，然后都是骑着象，啊，那么跟人假设啊，那车跟车撞啊，就是我们现在如果开车出去，现在车这么多，人这么多，那有一天如果我们开车出去，啊，跟人家撞车了，发生车祸了，啊，那个时候我也没办法，就算我平时都有在念佛，平时都能够关心，这个时候，啊，观察自己的心，啊，平时都很安定，这个时候我也安定不起来，我会害怕，我会恐怖啊，因为撞车了嘛，要死了嘛，啊，那这个时候我就没有办法正念现前嘛，啊，一定是失正念的嘛，而且会起恐怖心，起忧虑心，啊，那么这个时候那个一定是烦恼心的嘛，那这个时候。我如果当下发生车祸死掉了，那当时我那个心是烦恼心的嘛，是恐怖心的嘛，那时候我会往生到哪一道？这个时候的心是不好的心嘛，啊，那时候我会倒哪一道？那佛就跟摩诃难说啊，那你不要害怕啊，那么即使你在那个时候生恐怖心、生烦恼心、生怨恨心，你也不会堕恶道，你一定会生到善道去啊，就是人天啊。为什么？他说就像树常常靠着东边生长啊，那么你倒的时候忽然间倒了，地震倒了，被人砍倒了，他也一定是向
它是向着东边生长的嘛，它也一定是向着东边倒的啊。那么你平时心意识，平时的心意识啊，就是信戒闻舍会啊。那么所以即使你临命中，即使你临命中的那个心是恶心，它也不会改变你的业。那我们现在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啊，我们如果我们现在死了，现在当下好发生一个灾难啊，世界末日到了，当下人死了，那么大家都七孔不心，那会升到哪里去？每一个人不一样，每一个人不一样，当下都是恐怖的，但是当下都是烦恼的，当下都是没有正念的，但每一个人还是不一样。为什么啊？因为人要往生是依什么？依业，依重业。这重业是以前就成熟了的啊，那依习惯，习惯业，习惯业就变成重业。那真的都没有了才依念，才需要助念依念啊。那我们现在就变成，我们现在变成有一点颠倒，不管重业，不管习惯业，就只管临命中那几念啊，就是临命中的念啊，就是最重要。那不管你就算过去生造很多的重业啊，后来就变成这样了，你就是过去五逆十恶，只要临命中遇善知识跟你开导啊，你就能够转重业。没有，多数是转不了的，多数是转不了的啊。因为啊，那个临命中呢并不是完全不行，如果可以转，那并不是临命中那几念的善业让他转，而是他过去也有重大的善业。比如说他的恶业是90%，他要堕畜生道，假设了，那么但是他有85%的善业要升天上，但是依业受报的原则来看，哪一个业守者先迁嘛？啊，重者先堕嘛？啊，就是说哪一个业先成熟，哪一个业先受报，哪一个业比较重，哪一个你有两种重业，有天上的业，有人间的业，也有恶鬼的业，有畜生的业，啊，这都是重业，假设都重业，但是你临命中，假设你现在80%，就是我们比如说80公斤的畜生道业，75公斤的人道业，啊，那么你在临命中之前又增加了6公斤，所以你人道的业就变成81公斤，你就先不去受恶道的业。但是你就去人中再投胎了，你就先不堕恶道了，啊，那前提是你必须有75公斤的善业，那么你在临命中再增加6公斤，啊，起欢喜心啊，造善业啦，啊，忏悔啦，啊，反正就是你再增加6公斤，那么这6公斤的业，你就会变成81公斤，比什么？比那个畜生道的业80公斤还重。那么你就不堕畜生道了。但不堕畜生道并不代表你畜生的道业就消失哦，没有，畜生的道的业还在。那么你下一辈子如果善业没有比这81公斤的畜生道业再重，那么你就会堕畜生道。那么如果有，那么你又积极行善，那么你一直保持，你一直即使你有畜生道有地狱业也很重，但是你一直保持，每一世都保持你的善业比恶业重，那你就不会堕三恶道。那你有什么力量可以保持你的善业比恶业重？你要正见真善，最少要正见真善，就是有善有恶也有报，这个你非常清楚，而且就是我们叫善智之人，你非常清楚，而且清楚之后你不断的努力去实践，所以你就不会堕三恶道。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一直到你证出果，证见真上上去就证出果了嘛，得预留，那么你就永远不会堕三恶道了。为什么？因为你再怎么造业都不会跟三恶道的业相续成熟，你会有恶业，但不会有三恶道那样的恶业，粗重的恶业不会有啊。其实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现在已经变成啊，那么专重在临终临命中怎么造业啊，这其实是不对的啊。就是说你应该重在平时在造什么业，
平时的心念是什么啊？所以他这里讲，佛处处说无常，处处说不灭。所以他这里讲，若一切法念念生灭无常，就讲到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啊。他说，若一切法，这中间就是举摩诃难，摩诃难啊，就算他那个一念心啊，那么七孔不心啊，他也不会堕恶道啊。所以他说，若一切法啊。他说他因为他的心常业，以心常业啊，信戒闻舍会熏心故，必得升天上啊。那么他说若一切法啊，他底下就讲若一切法念念生灭无常啊，就讲到无常有生灭思嘛啊，念念生灭无常啊，就是我们刚才这里讲的啊。那么念念生灭无常啊，念念生灭思观，念念生灭无常。所以这个无常基本上就是倾向于断灭的无常，啊，就是说，因为无常嘛，它就是容易落入断灭啊。那么，佛云何言？诸功德熏心故，必得上生。啊，就是跟摩诃难讲的啦。诸功德，这个功德就是信戒闻舍会，常时熏心。必得利，必得上生。上生就是生人天了啊！诸功德就是信戒闻舍会，信戒闻舍会啊，那必得上生，那不会堕地狱，所以也不是就没有行业报啊，不是。你说那个无常是实在性，那个就没有行业报了，就没有业报了。但是这里没有啊，这里是无常，它只是啊，它并不是有实在性啊，它只是生灭的现象啊。所以他说，以是故知非无常性，以是故知非无常性。就是没有无常的自性实性啊，没有啊。那么这里在讲无常，好，那时间到，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次再来就啊这个其他地方讲无常的啊，稍微再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那下面就在讲啊苦空无我啊，那这里只讲苦跟无我啊。那大智里面也有讲啊，那无常苦无我啊。苦空无我啊，那为什么也没有实在性啊？那么所以他说一切法无常是这样，苦无我啊，甚至空也是这样。卷三十一里面有讲到这个。好，那么这下次再来说。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